今仔日我若是无好，我假死你，这口气我吞不落去。你即马甲我跪嘞，然后用迄只手，谁敢去吹破？你，可恶！叫你，跟我你个，还敢这么凄惨？你根本就不是我亲生查某囝。我拜托你，你先跟我讲，我的查某囝到底在倒位？你想要找迄个人？你哪在哭啊？发生什么代志？廖昭文，你去。谢雅君明明有什么话想要对我讲，想做个熊熊不爱讲啊？我看谢雅君的状况有较稳定啊，归去你拢搬回来住。君，你讲嘞？家在身上还好。你对我来讲人生较大滋味，我一定要有好人。我已经真久唔捌去享受到一款家庭的温暖。那安尼以后，你就教阮我囝当作是一家人就好啊。一家人，我的安我生死啊！水无使好吃，相信天公一定站在咱这。